新秀生，咱来关心这个河美镇加宝里瓦近国道三号的农地哦，踩到一支在电信业者的电塔，里面大家是真反弹的，要求业者把这个电塔刷掉。根据了解，电信业者是依法来申请，而且审查通过的权利是伫中央，县政府是被查。不过当地里长就表示，业者竟然无做好沟通协调，就来设电塔，引起民众烦恼，这个电磁波的问题，希望业者也是爱。厝边说明，何必加保里面看到农产踩到电信公司的电塔，情绪非常激动，大话反对。里长表示，一直在监控业者施设电塔的情形，业者无做好沟通，昨一直无注意电塔的建设完成，何里面真反弹。我已经过几下嘛，啊过啊站面上去，唔知几点来到，我十点外出来，伊嘛也无到啦，啊唔知几点来到就唔知啦。哦，下早我爬起来，早上来就顺到啊，安尼啦。啊，里面哦，大家哦，都足反对的啦。官员等人来关心，呼吁业者爱尊重地方民意，好好向里面说明，协调沟通。基地台吼，大家拢无爱啦吼，啊，出伫遮个时吼，嘛爱经过咱居民的同意啦，啊，结果大家拢唔知影哦，偷税安尼就唔对啊啦吼，所以哦。居民甲李长同款，会徛伫李长这边吼，长期的抗争，直到因讲吼无实为止吼，啊，大家才会当平静。业者吼爱有负责任吼，爱出来甲咱遮里面协调啦，唔好暗时呢偷偷来施工吼，啊来遮家吼，啊来斗基地台，啊若无吼，伊就爱来甲咱遮地方的啊居民呢，啊甲李长呢，啊来协调一下，啊要来设立再来设立，目前呢，干那这个气氛就破坏去啊。根据了解，电信业者是依法申请审查通过权力伫中央，县政府是被查，但是里面强烈反对之下，业主必须爱搁较积极甲地方协调，平息争议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何美彩虹报道。